2月21日下午，黄晓明晒了一张与母亲的照片，这也是黄晓明春节期间首晒与家人的合照。黄晓明的微博配文：牵妈妈的手，孩子飞得再高再远，父母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依赖和港湾。假期多陪家人。好多网友都被这张照片所打动。照片中，冰天雪地里，黄晓明牵着妈妈的手，开心的蹦蹦跳跳，就像一个3岁的孩子。父母面前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在寒冷的冬天，家都是最温暖的港湾。随后 baby 也附唱附随的抛出了和黄晓明母亲的雪地牵手照，从照片中能看出来两人有说有笑，亲如母女。 baby 还时不时的往地上看，生怕路上有什么坑洼的地方，而且还小心翼翼的领着婆婆前行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啦，真是中国好儿媳。早前杨颖在采访中透露过和婆婆相处的秘诀，杨颖表示，其实婆婆跟我是差不多类型的人，而且兴趣也差不多，难怪两人能够这么融洽的相处啊。